您加入了赤卫队，人家是主动要求进步嘛。再说，我怎么也得……我看他是没安什么好心，什么主动要求进步，他就是冲着那牛去的。你看，你看，又小肚鸡肠是不是？你现在是妇救会主任了，怎么一点进步都没有呢？我不是没进步，我是……这牛啊，要是分给别人，我二话都不说。可是你给了罗麻子，我这心里……我看你呀、啊，真是女人家，这隔年的仇有什么可记的呢？孩子们，你现在是妇救会主任，啊，不管官大官小，他总之是个带头的，干什么事情，这心里头总得想着老百姓，老百姓有危险了，你就得带头往前冲。你说要不然，人家凭什么服你，凭什么信任你呢？这我知道，可是你说这么大个事儿，你怎么都不跟家里说一声呢？那牛虽然是胡家的，可是东子打小就喂他，跟他东子可亲了，他舍不得送给别人，让别人牵走。你看这孩子气成什么样了。呵，脾气倒不小啊。傻儿子，爸爸是红军，你是红军的儿子，哪有红军跟老百姓去争牛的呢？啊，还能再说了，没有红军解放咱们柳溪，打倒胡万三，分田分地分牛，你说咱们能有好日子过吗？啊，马上就要上学了，念书加入儿童团，还行哭鼻子，我看呐，就从这一点加入儿童团也不合格。快，赶紧把这个给陈牙子送过去。哎，听话，快去。你的儿子心里知道错了，可嘴里啊就是不说。哼，跟我小时候啊一个样。你还说呢。孩子们都进来吧。孩子还挺多的，有钱啊！哎，这些孩子可不比县城里的娃，从小就野惯了，这冷不丁让他们上学，肯定不习惯的。你不仅教他们读书上学，而且组织他们成立儿童团，站岗放哨，好吗？好。哎，这些孩子可都交给你了啊！要是哪个不好好念，你告诉我，我替你管他们。吴书记、宋主席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我会尽心尽力的。走。同学们，请大家坐好。大家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柳溪列宁小学就正式开课了。我呢叫柳琴。为什么叫柳琴？为什么叫？
是教你们国文和算术的老师，请大家今后就叫我刘老师。大家静一静，接下来我给大家发课本，念到谁的名字谁就上来拿。潘东子，刘老师，我有识字课本。你的课本是从哪儿来的？是我爸爸给我的。你爸爸？我爸爸是红旗排长。你爸爸是潘行义，潘排长吗？嗯，胖仔来了。老师，这位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叫胖猪。我不是胖猪，我是胖仔。你就是胖猪。我不是胖猪。你就是胖猪，整天自来自来叫。我不是胖猪。大家都不要笑，今后不能迟到了，知道吗？嗯。你呢，就坐在那个位子上，嗯，去吧。同学们，潘东子，你先坐下。课堂上要遵守纪律，不能乱说话。如果有事情的话，要先举手报告。还有，对待同学要团结友爱，不能这样取笑同学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大爹啊，这几天乡亲们心情都比以前好多了。哎，彪子，哎，你们要干什么去？哈，那个行哥教我们练大刀、使快枪，我把家的队员都带着拿回厂去。那去吧。等会儿。执勤的人安排好了没有啊？啊，我安排好了，我把罗麻子留下，他刚刚入队，我先让他熟悉。哦，哎，彪子，领着大伙儿跟兴义多学几招，将来跟着红军一块打胜仗。好嘞，兴义走，下点功夫啊。哎，好嘞。好了，同学们先把课本收起来。按照我刚才说的，咱们来推选一下咱们柳溪儿童团的团长好吗？刘老师，西妹子，你说。我选东子哥哥。好，潘东子一票。宋春芽。刘老师，我也选东子。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选他吗？嗯，他本事大。那他都有啥本事呀？嗯，他会下水摸鱼，嗯，他还会套野兔，嗯，他还敢咬恶霸地主胡汉三。好，真的厉害！老师，我不选他，他爱骂人，老笑别人笨，什么都得听他的，我就不选他。好吧，那我们举手表决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同意潘东子的请举手。老大啊，老大啊，放学了。对，东子没跟你快回来，他说他有事儿，让我先回来了。准是去看他爸练大刀去了。哎，牙子，来来来，棒了，婶子给你做了双鞋，去试试。啊，哦。霸占了我家的牛，还敢不选我当团长？哼，谁让你骂我是胖猪的？我就不选你，你现在团长了，我还是不听你的。哼，你还想打人呢？你不听我的，我就要打你。你来，
你照这儿的来。你没这个胆儿，别以为你爸爸是红军你就欺负人。来，我不跟你玩了。来，来，你哎呀，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，我这样你骂我找什么胆儿？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吃快点，磨蹭什么呀？着什么急呀、啊？在牢房憋闷一上午了，回来吃口饭。你说你跟阎王爷催命似的。这牢房啊，不能离人。西妹爹在那盯着呢，误不了事儿啊。来，你说今天我一进那牢房啊。我一看见那胡老爷，你说我这心里我就咚咚在那跳，还左一口胡老爷，右一口胡老爷的，你就那么怕他？这条老狗啊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小点声了，什么老狗又蹦跶？这是。胖仔，怎么了？胖仔，你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你放学不回家，你这上哪儿去？这书包还背不到一天，怎么回事？这是书包东子扯的。谁？东子他打我。别瞎说，东子可不是那种孩子。他哪种孩子？不是他凭什么打你啊？山谷县儿童团长，那个我不选他。西西刚才放学的时候，他在路上拦我，打我。啊！不选他当儿童团长，他就打你？你也这么没出息呢？打你不会打他呀？你看这个小孩拿着棍子，有什么用啊你啊？走，找他。哎，行了，这小孩子打架没几天就好了，走，洗脸去啊。行，等，找他，他妈他爸不管，我替他管，走。哎，算了。刘大叔啊，放心啊，等东子回来啊。我一定啊，好好管教他。东子妈，你别怪我说话不客气啊，我也是为你家东子好。你这从小就这么霸道，那长得还了得？另外这事儿也别跟你们家行义说了，他最护犊子，说了白搭。你别送了，我们走了。你这个孩子太不像话了，这个孩子啊！胖仔不选你当儿童团长，你就拿拳头朝人家出去啊！伙伴们选你不是让你当小霸王的，谁不如你的意，你就打人家！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找你老师啊，让他把你这个团长抹了。你呀、啊，你就是不够格！气死我了，太不像话了！你听人家事啊，怎么现在知道害怕了？我错了。知道错也不行，说往后怎么办？往后我再也不敢了。知道错就好，现在就去胖仔家认个错啊，下午上学把书包给人带到学堂去。
老吴啊，你找我？爹来了。刚才柳溪区委啊发来了重要指示，哦，让我们明天就可以开公办大会处决胡汉三。太好了，乡亲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。哎，你要崩了胡汉三，刘驼子怎么办呢？刘驼子，检举揭发了胡汉三的罪行，他属于立功了。上级指示，咱们给他宽大处理，送回原籍吧。放了？哎呦，那乡亲们怕不答应啊。哎呀，这可是党的指示，要不这样，你跟大伙儿好好做做思想工作，我待会儿去找柳琴，让他下学之后帮咱们写几幅标语，赶在天黑之前把会场布置好吧。啊，行，等细妹爹练刀回来，我领着他们布置会场。好啊，哎哎，你忙吧。工农，工农，工农不能忘，工农，工农，工农不能忘。手中没有枪，永远做羔羊。手中没有枪，永远做羔羊。要翻身，要解放，快快来武装。要翻身，要解放，快快来武装。同学们，现在你们连起来读两遍：工农，工农，预备，起。工农，工农，工农不能忘，手中没有枪，永远做羔羊。要翻身，要解放，快快来武装。工农，工农，工农不能忘，手中没有枪，永远做羔羊。同学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明天我们柳溪苏埃政府要召开公判大会，枪毙恶霸胡汉三，为乡亲们报仇雪恨。好，刘老师，我们儿童团也去参加大会行吗？行啊，吴书记说了，咱们明天呀也停课半天，大家都去参加，看看这个胡汉三欺压我们穷苦百姓的最终下场。美爹，等半天了，干嘛去了？肚子疼，行，好好在守着啊。听老宋头说，明天就要开公判大会了，是要把我拉出去枪毙？吃什么？我让秀姑给你做，好坏得吃饱啊！这皇上路可不好走啊！算了，老爷，你也别怨我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我要不是为了得这头耕牛，打死我不参加什么赤卫队了。老八子。
夫家上了十几年的租，我胡某可是没亏待过你啊。对，是老爷，你是没亏待我，你像什么猪尾巴呀，什么猪骨头没少给我，不是，可那是过去老黄历了，我现在我这，哎，罗马子，这自古盗匪作乱，有几个能长久啊？啊，他到头来还不都是被官府缉拿，杀了人头？你现在跟红匪穿一条裤子，别看眼前闹得欢实，有朝一日，我儿子的中央军要是杀回来，你可是吃不了，也兜不走。老爷，这河东河西的事是我知道，可是我现在我是没办法呀，我。罗麻子，看见没有？金条，你要是有了他，你们全家老少就可以盖高房、置田产，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。老爷，我你只要放了我，这金条他就姓罗了。不是，老爷，我是想让他姓罗。我不敢呢，赤卫队知道把你给放了，非把我毙了不可。再说，就是我把你给放了，院里院外都是人，你跑不出去呀，你。这你别管，你把我押藏茅厕，怎么样？去茅厕？真的？咱们先别急着回家，玩个游戏怎么样？好。东子哥哥，玩什么游戏啊？咱们玩红绿灯互换三，抓到了就开大会，开完就枪毙。好，我要当红军，当红军，当红军，我也当红军。不行，都当红军，谁来当互换三呀？胖仔，你长得最胖，当互换三最合适了。去去。我才不当呢，胡汉三净欺负咱穷人，是个坏别种。大伙让你当你就当呗。我不当。老师说了，
儿童团要服从命令，听指挥。你不听冬子的，我明天就告诉刘老师，再也不让你当儿童团员了。我当还不行吗？弟妹子，咱俩躲上他们抓。不，我是红军女战士，是抓胡汉三的。西妹，你给胡汉三当小老婆吧。谁给你当小老婆？不当玩了吗？还胡汉三跑了。陈孩子到，你带着大伙从那边追。是。西妹到，跟我来。是。走。小柳啊，嗯，字写的不错呀，啊，有骨有肉，一看就很有功力啊。哪有，写的不够好，听说您才是真正的多才多艺呢。哎呀，咱们柳琴姑娘又能当宣传员、卫生员，还能当教书先生，教孩子们认字儿、唱歌呢，什么都行啊。真是咱们红军里的大能人呢。怎么了，金斌子？啊，出什么事了？胡，慢慢说。胡汉三这个大坏蛋跑了。你看见人了吗？看着了，从后院竹林的土沟里爬了出来。东子哥哥让我回来报信儿。大爹，要不咱们先去牢房看看吧？走走走。我说的都是真的呀。快走。吴队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我要在站岗呢。胡汉三呢？在里边拉屎。人呢？在里拉屎吗？哪有？胡汉三跑了。这回要抓不住胡汉三，我看你怎么跟乡亲们交代。西妹子，赶紧带路抓胡汉三，快点！说的你们还不信？走。媳妇儿，哎，吴书记啊，你们回来正好，胡汉三跑了，赶紧行动，快走，走，快走。大爹，你看，西妹，人呢？西妹从那边跑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，那一定是东子哥哥留下的记号。这孩子真机灵，快追！
吴海三。又是你这个狼崽子啊，今天我非掐死你不可。胡万三，你跑不了了。看着就可以开公判大会，我们就可以处决胡汉三。可是，哎呀，没有想到啊，在这个时候却出现了这种差错。看来啊，我们的思想工作还是有问题啊！你要是早把胡万三崩了就好，放跑了这条恶狼，日后准是天大的后患。唉，也怪我瞎了眼，怎么就把看守胡万三的任务交给罗麻子了？我放了幻三，我冤枉啊，我冤枉啊，吴书记啊！起来，用不着给谁下跪，老天长着眼呢。你老实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起来，谢谢吴书记。是这么回事儿，今天下午，这幻三呢，嚷着肚子疼，然后还捂着肚子满地打滚儿。我怕他拉到裤子里，我就压着他去趟茅厕。可谁想到我该死，我该死！哎，行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吴书记，我对天发誓，我要是放了幻三，让我全家老小不得好死，出门遭五雷劈呀！吴书记，你说这顶什么用？我看你是缺心眼儿。他要上茅厕，你不会死盯着他？我是盯着了，我盯着了。
那我给他家杀了这么多难猪，我根本想不到他家茅厕里还有后门啊！吴书记，我要知道他有后门，我……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先别说了。至于你放没放胡万三，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你回去等处理吧。啊，不是，吴书记，还要处理我呀？出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能没责任吗？这责任肯定有一点。你这，吴书记，那怎么处理啊？至于怎么处理你，我们研究研究。你回去吧，书记。西梅爹，你是了解我的，你回去吧。大爹，回去。你给我说说情呗。回去。爹，我冤枉。赶紧收拾东西，咱马上走。我问你，听说胡汉三跑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别听他瞎说，不是我干的。那不是你放的，你跑什么呀？是不是你放的？我跟你说，那出这么大事儿，吴书记能饶了我吗？万一他把我给枪毙了，我不就完了吗？你傻愣干什么？赶紧收拾啊！赶紧收拾东西走啊！你跟我说实话，这胡汉三到底是不是你放的？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不是我放跑的，我对天发誓还不行吗？不是你放的，你跑什么呀？你想想，你要是跑了，不是你放的也成你放的了。对呀，对，我这一跑，那不是我放的，变为我放的，是吧？对对，我不能跑，不能跑，我不能跑。处理我，处理你也是活该。不，我，你想想，胡汉三那条老狗，他好不容易要遭报应了，你可好，让他给跑了。我看呐，处理你都是轻的。我，哎呀，这事我怎么办呢？你瞧你那样，行了，你放心吧，共产党和红军呐不会乱处理人的，他们讲道理，绝不会杀你的头。爹，孩子没事吧？没大事儿，来坐坐坐。这么晚了，没吃饭呢？嗯。大爹，嗯，今天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啊，这孩子说不定就让胡汉三那块了。没事就好啊，没事就好啊。那大爹，你打算怎么处置罗麻子？Thank you.
红。